野草鲜花遍地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，抬头吴越楚，再看梁唐。晋汉周。晋汉周。听你们喊，我就感觉得出来，内心都很多的苦楚，这是啊，上我这儿发泄来了，哪是听书啊？你们这儿上访来的，这是啊？好吧，有这么一个地儿听听书，我觉得很开心，我也可想找这么一地儿了。别人坐那儿说书，我跟底下喝个茶，嗑瓜子儿，切点青萝卜什么的哈，一吃一闹一说一搭下茬，我估计非得给我轰出去不可。你们行啊，我去了不行啊，哪有坐底下听着同行说书的，等人笑话死了。就跟说相声似的，那个这些年来演出，我每次都跟孩子们说，到外地到哪儿，比如说有相声场子想听相声，先进后台跟人家道辛苦，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，道完辛苦之后下底下也好，找一旮旯也好，最后一排也好，下场门也行，找一不碍事儿的地儿坐那儿听。什么时候你瞧就说一下，买张票坐头一排跟那儿坐着，这得外行出血来。因为我们真见过，那据说十年八年前德云社演出真有那同行来了啊，德刚我可买票了，我头一排，我如何说，哎呀臊的我呀，替他寒碜的慌，没人教你啊，因为这行有很多的规矩，规矩可以不遵守，但是一定要存在。好多时候都是因为没有规矩，它才乱了世界。但是也没办法啊，这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变化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来说还是比较传统的啊，你们也看出来我这个人了。好吧。没法跟你们玩，知道吗？我骨子里还是跟同龄人有区别的，人家孩子们都天真可爱的时候哈，我已经到处演出啊，钻在传统文化的这个海洋里荡漾啊，一样就漾了这么些年，我倒是也没吐出来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接眼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要照这个状态，我还是得唱戏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锣鼓家伙一响，你们喊不过他。说书这玩意儿一人太吃亏了。最起码坐着乐器，那个锣鼓十多斤的铜器，咣咣咣，累死你也喊不过他呀。唱戏也很开心呢啊，哦，你也开心呢？哎呀，你买票了没有啊？今年我唱了好几回戏，你们都买票了哈？好感动啊！我不能让你们。有人喊出一个“退”字来。把后边又咽回去了啊，不能这样，无君子不养艺人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是个卖手串的，这举，我买了你的手串了，我回家盘些日子，我说不爱了退，你说能让退吗？是不是啊？将心比心。哎，我们这定场诗啊白念了，醒目也白摔了。这意思就是让各位压言，就是别说话了，没想到拍完了好把话痨都勾起来了。要照这样说，我觉得咱们聊半个钟头你们也认同，充会员的怎么办呢啊？玩笑说玩笑啊，以后不许那样了啊。多开心，这就是听书的魅力。哎，好好，哎。
带着你们鼓掌，一会儿功夫这期就过去，得有10000人呐退票去，那是。接演前文，上文书咱们讲到哪儿了呢？住口！你们这样就不合适了。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损失。充会员这怎么办？咱这么说，就拿充会员来说，好比人家买的是手串，是吧？就老以为这里边有一个卖手串的跟着搅和。啊，好了啊，这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啊。因为已经7分钟过去了。挺好，这个钱实在是好挣。你说你要跟别人聊天，不至于花这么些钱啊！哎呀，太开心了啊！我想想，咱们说哪儿了啊？忘了我也说，我给你们再编一个啊。西游记没法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游记太长了，那个故事啊，我的那个西游记啊，每一山每一洞每一个妖精。跟人原著都不一样，啊，另起炉灶，所以说那要说得拿出一大时间来啊，所以在这儿不太好弄，这个找机会吧，好不好？谢了。好在我还很年轻，张天师说待满庭芳。脑子得快，带满庭芳干嘛呀？吃饭。有人说了，官司打完了，让满庭芳走呗？那不成，你这么想可以，张天师不能这么想，因为咱们这个故事发展啊，是一环扣一环，就像手串一样啊，一个子儿挨着一个子儿的。短谁都不成，啊，吃饭吧，在哪儿吃啊？就在县衙门，这一桌4个人，知府、知县、张天师、满庭芳。吃饭之前，先问张天师：“您的人家有什么忌口吗？”张天师乐了：“别的没有，我有4不吃。”您说吧，哪4不吃？第一。牛肉不吃，因为它膻。老牛啊，耕地干活一辈子了，最后临了你把它杀了，心不忍。不吃牛肉哦。二不吃，我不吃乌鱼。乌鱼啊，黑鱼都见过吧？啊，说为什么不吃乌鱼呢？乌鱼产子之后，头昏眼花，看不见道儿。这母鱼就得活活饿死，怎么办呢？小鱼苗主动游到母亲嘴里去喂自己的亲娘，因为她孝顺，所以我不吃啊。这就是民间老说那乌鱼食子的来历，因为她孝顺我不吃。3不吃，鸿雁，天上飞那大雁我不吃。为什么不吃呢？因为它贞洁，大雁一出来就一对儿，这只死了，那只光棍一辈子，永远不会跟别的大雁在一起，因为它的真。第4不吃，狗肉不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忠。所以这4样我不吃。好嘞，问明白了。又问满庭芳，你有什么不吃吗？不吃轻浮。那是啊，多的活人吃完了也改一盆子酱豆腐汤啊！我不吃轻浮，大伙儿都乐了。不吃不吃吧，准备吧，准备了很多当地的特产，烧黄二酒都烫得了。天师做的上手，这边是知府，这边知县，下垂手坐着小公子满庭芳，4个人推杯换盏，很开心。先得敬人家天师啊，您受累了，您来这么一趟让我们开眼界了。哎呀，天师伏魔降妖
没想到眼睁睁在我眼皮子底下瞧见呢，真棒，您多辛苦吧，都是客气话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知府啊看了看满庭芳，小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我不敢啊，老大人，这个一介草民，能跟您几位坐在一块儿吃饭，我的福分了，你还敬我一杯，那怎么敢？你先喝了它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哦，好，谢谢您。端起杯来，一饮而尽，放下杯，您有什么指教，请您当面讲来。满公子，可曾娶妻吗？就怕人问这个，就算没有，怎么就算没有呢？前文书讲过，结过一回婚，三天不知道媳妇叫什么，跑人家还惹了祸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丈母娘说了：“得了，就这样吧啊，哎，跟我们家缘分尽了，就拉倒了。”你说我跟人说我结过婚，我现在算什么呢？分手了，离婚了，媳妇跑了，哪个不好听啊？要说没有，没有人在哪儿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人怎么解释？说我媳妇飞了，不像话呀，是吧？这想了半天，就算是有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你这话说完我乐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一看就是年轻，也差不多了，20的大小伙子了，该娶媳妇了。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呢？也不算一个人过日子。还有一老管家啊，那不算，老管家不算，家还厨子呢，是吧？那不算。我是稍微一沉吟，张天师乐了：“知府大人，您就明说吧，就是您在这儿啊。”那个满公子，本官有几句不知进退的话，也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哦，那不当讲就别说了。年轻啊，不会聊天啊，你这不这话哪有这么说了去啊？什么当讲不当讲的，您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他这不当讲别说了，这就跟咱们是俩人见面，您今年147斤，谁问你了？这聊天你没法弄啊。张天师乐了：“你就明说啊，是，萧公子，我看公子一表人才，况且此事之后，我料定你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是这样，我有个外甥女儿，我姐姐家的闺女，不敢说花容月貌吧，但是也真是大家闺秀，长得也很漂亮。”我有意把他许在你的身边，不知肯赐怜否？话说得很客气，您赏脸不赏脸？我外甥女儿要嫁你。我愣了。为什么愣了呢？从小啊跟着家蛋长大的，这么大的事儿没有父母，而且同着这三位，我说什么呀？是应是不应呢？啊，我一愣神儿，天师乐了：听我的，答应吧，啊！你命中有此一段一段一段姻缘。满庭芳纳闷了：天师怎么结巴了？命中有此一段姻缘，这能听得懂？命中有此一段一段一段姻缘，这是几段啊？啊！看了一眼，天师啊微微一笑，也没解释，去吧啊，府台大人，天师，姑娘在哪儿啊？跟我姐夫姐姐住在归安县。归来的归，安静的安，归安县，现在湖州市。
当年叫归安，啊，这个在那儿住着呢啊。您看这事儿，天师乐了，我做媒了，这事儿啊，我是媒人，满庭芳答应吧。有人说话不能再驳，又何况老话说得好，长者赐不可辞，这个身份在这说话了啊，给你保媒能不答应吗？赶紧站起来，深施一礼，如此说来我从见一礼。怎么从见一礼呢？现在这是身份不一样了，跟知府已经沾亲戚了，论着呢管他叫舅舅了，得从见一礼啊。这仨人都挺高兴，来吧，道喜吧。这儿吃着喝着，取过纸笔墨砚来，知府给写了一封信，写完之后又把地址写下来，到归安县哪个大街怎么走，到那儿去找我姐夫，他叫赵文臣，你跟他一说这事儿就成了啊。然后什么时候定下来，要是结婚给个信儿，我们去贺喜去。好吧好吧。当天晚上大伙儿连吃带喝很开心。临分手的时候，天师说了，回去跟老管家待两天，没什么事儿，收拾收拾你就去吧啊，归安县那里很需要你啊，你投走之后呢，我随后就到。好嘞，那就谢谢天师，咱们归安县再见了。好的好的。这儿说完了，知府知县各忙各的，小公子回家得把家里的事处理处理啊。对过呢，那房子也收回来了，来喜儿也走了，屋里屋外重新归着，做做卫生，擦擦弄弄吧，都料理完了之后，过了两天跟老管家说我得出去一趟。老管家说门儿也没有啊，您上哪儿，您找根绳子把我的腿跟您绑在一块儿，咱俩人一块儿走还能快点，那快得了吗？我不能放你走啊，你一出门就惹祸呀啊！您瞧瞧，自打那天出去遛弯去到现在，这是作了多少祸啊，险些就出人命了，不成不成。我跟你说呀老哥哥，第一我已经长大了啊，我是大小子了，不是你想象中当年的小孩了。第二，这件事情事关重大。什么事儿啊？啊，难道说您结婚去吗？对，对啊，那我得跟着，你甭跟着了，咱这还一家子人呢，是不是啊？是这么回事儿。知府大人为媒，把他外甥女儿许给我了，我呢拿着这封信前去投亲，见见人一家人。最重要一点，这件事情是张天师做的媒，您一万个放心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而且天师说了，我到那之后会有这一段一段一段姻缘啊，有什么事儿天师随后就到。我不放心，你踏踏实实的没事儿，我这么大了我也得出去历练历练呢，就玩命的劝，到最后算是答应了。您在家多住两天吧，我想您。哎，又住了两天。第三天头上归置好了东西，备好了马，准备好应用之物，这才把小公子送出来。路上无书，说书就这样，道上没事，没事就不说了。他不像张小乙下南京，事儿都在道上啊，那没事没事跟人磨粉不合适。说书的嘴，唱戏的腿，就这么快，舞台上转一圈，千军万马，一会儿功夫就到了，啊！说书嘴快，一句话到了归安，你看到了。问吧，说您这儿有一家大财主，叫赵文臣，那都知道，对吧？这个玩意儿，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。到当地找一普通老百姓这不知道，你要找有钱的有势的或者特别凶恶的，这都好找啊。你找普通的，劳驾问一下，您这有一个吃早点的赵大爷，没地儿给你找去啊。说这个赵文臣啊，知道知道，好家伙，赵财主啊，人家家里边有财有势，据说家里亲戚有做大官的，是那家吗？是。您这么走，往东往西往北说吧，怎么怎么走吧。
往东往西往北拽回来了。嗯，连走再问，到这儿一瞧啊，真有钱。怎么呢？站在外边看呢，他到这地儿是人家后花园的院墙外边，人给指了，你看这儿他们家，这是后花园，你看，解着墙头看里边，假山，假山上还有小亭子，啊，顺着这儿往前走，转过去，正门在那边呢。哦，谢谢您啊，看看，周围这些个呢，都是简单的民房，小门脸儿，在后花园正对门这儿呢，有一豆腐房，豆腐房关着门没干活。嗯，顺这院墙走吧，走着心里就有数了。三进，一个院为一进，多一个院两进，三进带后花园，有钱的人家。转到前面去了，门口呢摆着这么两条春凳，也叫懒凳，就是大长板凳，还稍微宽一点，家奴院工啊跟上面坐着歇着聊天，或者来串门的了，说您等一会儿吧，也跟这儿坐着，春凳懒凳。到这儿门口坐着几个伙计，迈步上来了。哎，几位大哥啊，哈哈，我来打听个人。几位站起来了，因为看来人穿装打扮不是一般的孩子。哦，这位公子，您是？我问一下啊，我打盐城县来，来到归安这儿我投亲来的。哦，是，您找哪家？有一个大财主叫赵文臣，就这儿啊，就这儿。哎呦嚯，我要见见赵老爷。哦，您说您投亲来的，您是什么亲呢？这得问好了呀。你什么亲戚啊？你是表侄儿、外甥是干嘛的啊？有点害臊，怎么呢？我是你们家女婿，你还没见着人家呢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我有一封书信，掏出来了。您替我转交一下，赵老爷，看完了他就明白了。哦，好，那您坐一会儿吧，来。你先给沏杯茶喝，坐在门口，有人给倒杯茶。这伙计进去了，在家了吗？就老头一人在家了，闺女不在家，跟着老伴儿呢上泰安降香去了，家没人，就老头一人，跟屋正坐着呢，伙计进来了，老爷，嗯，来小伙子投亲，有一封信您看看。哦，接过来打开了。抻出信瓤子来，哎，你瞧瞧啊，想不到的事情啊。哦，这是这来姑爷了，这是啊。我问你，这小伙子长什么样？挺精神啊，还挺帅气的，穿着打扮还挺有钱，骑着马来的。哦，好，头前带路，我去迎接去。老爷没有过来，客人请进来吧，就完了。我迎接，为什么呢？万一要成了呢？姑爷是门前贵客，得高看一眼。姑爷上老丈人家里去了，到吃饭的时候，姑爷得坐在上头。为什么呀？对你好，你好；对我闺女好。有那个糊涂的老太太，哎呀，跟姑爷打呀，真缺心眼儿。你闺女都给人家，你闹什么闹啊？啊，这糊涂人，老头聪明。接出来了，到门口，哎呀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一看有人跟着出来了，拿眼一打就知道本家老爷。满庭芳走上前，撩衣就拜，晚生，满庭芳，这厢有礼，磕头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搀起来看看脸，老头很满意。啊，人呐，你慢说。男女之间，男的跟男的之间打交道也是如此，尤其是长辈看孩子，第一印象特别重要，啊，人吧，首先是动物，这个好感啊很重要。一看这孩子文质彬彬，挺懂事，长得呢，这脸上都是书卷气，就知道是个老实孩子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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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有了好感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呀，这一路上可累坏了你了啊！赶紧快快快去沏茶去，洗水果，赶紧！门前贵客到了，往里边让，
来到书房。哎呀，路上累不累呀？跟您回啊，还行。坐下，坐下说。懂事儿，大人一问，赶紧站起来。懂事儿，坐下说。哎呦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啊！来来，快来快来，水果也来了，吃吃水果啊！有茶，可尝尝，特别客气。哎呦，您别啊，这来了给您添麻烦。没事，嗯，信我可看见了。这一句话，小伙子脸都红了，啊，是我有些个唐突貌美，这封信价值万金呢，啊，好事儿。不过你来的不凑巧，小女随她母亲泰安降乡，刚走两天，你要早来两天，我就不让他们去了。那个年头，列位交通也不便利，由打湖州归安县去趟山东泰安，连来带去，您琢磨这道吧。你早来两天就不让去了，那边那意思，反正你得多等些日子啊。你看，啊，是我，哎，没事，那个路途虽远，我心迷坚，我愿意等。好，既然来了，这样吧。后边我们这儿也有闲房啊，你呢到这儿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也别出去住店去了，就在家住。我让他们把跨院打扫出来，你跟这儿先念念书，先住一住啊。我也打发人去追他娘俩去，催他们赶紧回来啊。没有别的，你是我的门前贵客。这话就点过去了，因为现在老伴儿没回来，闺女也不在，说别的太早，你多住些日子，跟着等他们娘俩回来。但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儿赶紧站起来，又深施一礼，讨扰了，给您添麻烦。哎，不叫事儿，不叫事儿啊！来人呐，快去安排吧。这么大的宅子，使唤人就得上百啊，不叫事儿，单有一小跨院，收拾干个尖尖，漂漂亮亮的。屋里边被窝褥子，老头亲自来检查，褥子多铺来十个褥子啊！这让我姑爷睡得脑子豁豁的，软软乎乎的。哎呀，家丁说十个褥子不行啊，你想八个褥子就到房顶子了。反正是最好的东西，最好的东西啊，被窝褥子都是最好的。每天你们好好的伺候着啊，有什么事上赶着说，听见了没？好嘞。这一住下来真是用心伺候，就光问饭的这主啊，一天问40遍。从早晨，咱们说比如说七点吃早饭，早饭能吃多长时间呢？磨分点，吃到八点撤了，8:10进来了，给您准备什么吃的，10分钟问一遍，真是殷勤，一家子好人。可是人越这样咱越不好意思了啊，你不饿，到后来呢，小公子，那什么这样吧，我饿我再找你们，好不好啊？我不饿您别这，我们不至于，好心说我一天吃40顿饭受了吗？哎，不是，您要吃不好，我们没法跟老爷那儿回呀。啊，您这一定您想吃什么，哪怕大半夜了您饿，您喊我们，我们给您炒菜去。小公子心说，好，我怎么那么忍心呢？大半夜都躺下来，我饿了，我您放心，踏踏实实的啊，少来，饭也少来，菜也少来，我吃不了多少，啊，到后来一端上来，他先告诉人家这4个菜拿走，我吃不了，米饭拨一半，就互相客气，这一客气不要紧，到后边吃不饱了，怎么人家当真的了？伺候他这哥几个也商量啊，咱们还给姑老爷弄点什么。那个说你混呐，你没瞧吗？这往外拨饭的时候急赤白脸的吗？人家大户人家的公子有的是钱啊，又是这家的姑，你跟咱们似的一天吃那么些个，人家吃不了多少。哦，对，是不是咱给人上多了，人也不乐意？那可不呗，你看这玩意儿他就。要不说沟通不便利就出事儿呢，啊，打点心别给弄太多了。那个说，我跟您说啊，我们家有亲戚，
听说那皇宫里边皇上吃饭那米粒都得数数，越是富贵人家吃的越少。哦，那咱们别坏了规矩吧，少来点吧啊！这一顿饭炒一个虾仁啊。可是呢，之前他也跟人说了，我也不饿，我也不爱吃饭，你们别麻烦了。两边相住了，这一天，这一说住了有一个礼拜了，得有七八天了。到晚上10点来钟，啊，这天晚饭吃的也不多，吃完了之后，人家给沏的茶，您尝尝吧。老爷为了您，把我们这茶叶库啊都翻个底儿掉，今儿这茶叶特别好啊。您好好尝尝，一定喝。您要不喝，我们会得挨打啊！我喝，我喝。好家伙，负责沏茶这伙计连着给倒了3大杯，公子喝吧。喝完您早歇着吧啊！人家走了，这会儿夜里边快10点半了。沏的什么茶呢？那老爷珍藏的普洱。你要说炖肉啊，熬鱼啊，吃点油腻的。来点普洱啊，刮刮油还行。一个虾仁儿，一口米饭，一碟青菜，素的都不行了，还喝普洱。到夜里11点，眼前金灯银星乱转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弄啊？饿得难受啊！啊，我得叫他们给我弄点吃的来了啊！我得去啊！打屋出来，列位，一到晚上7、8点钟，街上也没人了，尤其大户人家，人家前院后院视察一遍，小心灯火，就都睡觉了。到这会儿夜里边，哪还有人惊醒的呀？他打他这屋里出来，站在这院里边，小风这么一搜，列位，又冷又饿。哎呀，哈哈哈，也是太客气了，把这院门开开，它是个跨院，如果往那边去是第二进的院子，往这边来是第三进的花园，啊，怎么弄？脸皮还薄，我往那边去，我叫他们做饭来，一嚷嚷都得起来呀，我能不能忍着点？哎，这边是花园。花园里有没有果树啊？我摘俩苹果也能活下来啊。对对对，嗯，出来了，打开花园的月亮门进来了，提鼻子一闻，呵，喷香，奇花异草啊，假山游廊，金鱼池，可不就那个呗啊？哪有果树啊？是吧？没有啊。顺着这边有几层台阶儿，就上了假山，上边有一亭子，心说我站亭子这看看吧啊，要是能把这劲儿缓过去呢，就回屋睡觉了，实在不行再说。上亭子，站亭子上看，好像这花园里边没什么可吃的啊，哎呀，就往花园的外边看，院墙外边有一家卖豆腐的。我不知你们还记得不记得，他来的时候站在花园院墙外边来的，周围都是平房，这边有一卖豆腐的房，当时关着门呢，他看了一眼没往心里去，转着前面不进的大门吗？今天站在院里边坡上边站在这个亭子里边往外看，这豆腐房灯火通明，而且拿灯光一映，这豆腐房里边有一大姑娘。打这儿起每天都去，第一去了喝豆浆，第二教人姑娘写字儿，好开心呐、啊、哎呀，这一天晚上又来了，这都熟了，门也不关了，错着个数到这儿了，姑娘这脸冲着他的方向，正好看着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，拿灯底下一照，这个姑娘正好看呢，姑娘还睡觉呢。小满可就愣了，看不清楚是什么。哎，说了句，哎，
这么一张嘴，那球呼呼悠悠呼呼悠悠过来了，啪，进了满庭芳的嘴了。哎，更多相声音频下载，请百度搜索"捧逗网"。